大家好，我是鸡的宝。今天拿出我压箱底的皮肤，给你们感受一下我的贵族气质，就是为了让峡谷中的迷妹知道，我是个华丽低调又不是内涵的人。好了，现在说完野区，敌方上路是老夫子。老夫子这个英雄，我之前讲过，莽夫一个，让哪吒稍稍勾引一下，没什么好说的，直接带走。一个大招逼走虞姬，拿下暴君，建立优势。哦，小鹿又开始打团了，等我等我，先杀这个蓝领王。孙膑一手沉默给的好，不慌，然后对面技能交一交，大招砸地板，先下一手。A 技能拉走位，反手一个横扫。看来有一种东西叫气场，我有，后羿你没有啊？哈哈哈，杀不死我的就会被我反杀。这个塔下雪崩，继续作战。A 技能预判一下飞镖的位置，坐下。皇家上将，恐怖如斯。这里我教你们的，先脱贫观察血量。一技能接大招，这个大鸟来的正是时候，坐下。在缺少视野的情况下，还能准确命中目标，优秀。这时候我们的经济优势已经很明显了。一个会玩的打野，要做的就是扩大优势。来来来，后羿，我来拆塔，再顺便入侵一下野区。这里冲动了，应该等大招 CD 撞满再上的。没事，小虞姬，放你一条生路。下次再收拾你，又欺负我家后羿，小虞姬又见面了，这次你就走不掉了。所谓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者，可拜上将军。那个闪现都能摁反，再回家练练吧。被动会让赵云在低血量时获得足够的防御，在团战中很难被秒杀。第二技能后期 CD 极短，可以借助二技能续航，大招主输出，在团战中凭借高恩免伤不停拉扯，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。赵云的核心奥义都传授给你们了，还不打个国标给我看看。